唐老板的招聘通知。朋友们好，账号接近有一个月没更新了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忙着租办公室、装修，准备在泰安本地布局本地的短视频业务。以后请粉丝朋友们叫我庞老板，请把狗富贵勿相忘打在公屏上。那么这是一条针对泰安本地的招聘视频，我叫庞超，粉丝数量呢大概在某博150万、某音48万、某手30万粉丝。那在其他领域呢，例如搞笑类、个人提升类、经营管理类呢，10万、20万的粉丝有一大堆。咱们的粉丝朋友们要不要帮忙点赞、收藏、鼓励一下呢？接下来我们针对泰安本地的朋友，预计招聘5到10位同事，从事短视频的运营业务。第一前景，首先短视频的工作非常好玩，发展机会也是相当多。我们自身也是行业内相当优秀的创作者，经常受邀参加头条、百度的创作者峰会。相信伴随着我们的经验，会对泰安本地的短视频运营领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。在我们公司工作呢，大家可以按照文员、运营、操盘手的晋级路径进行晋升，我们会逐渐的培训并且教给大家相应的技能，这工作过程应该是非常好玩，欢迎泰安周边的朋友们咨询。特别因为一部分工作涉及到对外业务，这是我们的对外贸易备案，如果英语基础好的小伙伴可能会是一个加分项。其次呢，我有很多的精力也会放在本地的短视频业务上，毕竟那个是刚需，更赚钱。那么武术的账号呢，可能近期更新的比较少，大家有不明白的问题欢迎私信我们，主要以回答客户朋友的问题为主。